遗憾的，今年四月，上个月的时候，当社会局针对这个新上路的游民安置辅导自治条例做专案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台北市议员王正德议员竟然脱序的说出非常离谱的话，一些例如游民都是精神病患，或者像是游民像野狗一样越喂越多这样子的发言，王正德的议员非常的不妥，也引起许多民间团体还有相关关心人权的。公民们的愤怒。我们酷儿盟有看到王正德议员的言论，那我们认为说，第一个，借由是人，也是公民，可是我们的政府长期以来漠视了这群借由公民的权益。今天在这里，除了要求王正德议员正式再跟社会大众做出道歉，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台北市议会能做出一些对于借由很友善的举动。在之后我们也希望说中央政府也能正视皆有的行皆有的权益。对我来讲，是从几年前应小薇在万华的公园上面泼游民冷水事件，再到说现在的王正德议员在预算的时候不断是挡了人家的预算，并且还侮辱一遍，说他是跟罗亮国一样这样子的语言，我认为是非常不能接受，跟我们要呼吁执政者，也是同时是民调，就是下礼拜就要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台北市的市民们要选择清楚，要怎么样选择我们要的哪一种，我们要哪一种执政者。那世界各国啊，其实在面对到许多居无定所者的居住困境的时候，都提出了很多的支援的方案或者是支援的措施，例如说像是韩国。我就举韩国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就在首尔车站那里就设立了，在地下道，首尔车站的地下道就设立了一个紧急的给游民的庇护所，让游民他们能够在这边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此要呼吁，就是议员就是面对到当今现在目前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底下，我们呼吁议员说要开战的话，请向贫穷开战，请向制造穷人的这个社会的不公的结构去开战，然后在议会里面，你可以具体的去提出政策措施，包括了例如说去监督台北市政府去运用公有的设施，然后去提供有关于紧急的庇护的场所。我们接下来下个月开始，就我们所知，那个各党都会开始针对台北市议员的初选做民意调查，所以我们在这些也呼吁台北市民睁开你选亮的眼睛，不要把票投给这些没有任何人权观念、讲话充满歧视的议员。我们呼吁所有台北市民在接下来的民意调查里面，千万不要把票投给王正德议员这样一个充满歧视语言又不了解人权的议员。我们要求台北市议会邀集民间团体以及政府代表，针对促进精神疾病游民健康权益召开公听会，议员公开道歉，要求台北市议会纪律委员会做出惩处。第二点，我们要求台北市议会邀集民间团体以及政府代表，对促进精神疾病的游民健康召开公听会。以及第三点，我们要求他尊重人权，还给居无定所者一个有尊严的生存空间。在这部分，我们有四点小点。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落实游民作为社会住宅法适用对象的法律规定，将都发局列入他的法条的权责单位。以及第二个，请提供公有的设施，提供紧急的避灾场所，以及增设多元的社会住宅方案。第三点，不得随意丢弃游民的家当，也不得对他们进行恶意的驱赶。以及最后一点，落实游民权益、劳动权益的保障。像很多我政府有很多建了很多蚊子馆，他没有在使用，其实这都可以规划给我们游民当成晚上过夜的地方，啊，也可以做便宜一点的收费呀，这样啊，因为我们既然有打工，我们就有钱，只是钱虽然不多，啊，所以我希望代表们可以为我们争取这政府的这些蚊子馆那规划给我们使用，这样，政府现在的对游民的那个租屋补助啊。其实他是要我们先去找到固定的工作，才会补助我们一个月的租金。像其实这对游民来讲其实很困难啊，因为你没有联络的方式哦，
你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就很尴尬，你不你看上面要写说我住在公园吗？的哦，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有一点困难啊。啊，因为这个，因为这样以后，结果我们只好继续一直打工，继续一直做临时工，因为没有办法去，很困难去应征到那个固定工作。谢谢，拜托你们帮忙处理，谢谢。好，谢谢。好，反歧视，反歧视，要尊严，要尊严，反歧视，反歧视，要尊严，要尊严，王振德公开道歉，王振德公开道歉，台北市议会做出惩处，台北市议会做出惩处。好，那我们记者会到这边结束，谢谢。